没门儿！停，莱斯利，女孩们别吵架，我们有个惊喜给你们，欢迎参加是和否的挑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辣椒。嗯，我有个点子。莱斯利，想吃这个吗？我猜是这样的。这真浪漫。你爱我吗，宝贝？我当然爱你。你爱我吗？不。不，你好坏。等等，宝贝，愚蠢的挑战。拿张传单，谢谢。你好，拿张传单。好的，另一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会的。拿一张传单，谢谢。你也是。好的。是谁？凯莉，你想要什么？请原谅我。哦，这是给我的吗？不，哦，不不不，不要误会，我要拿走这个。哦不，哦耶。我应该选择哪条裙子？莱斯利，我可以拿走这些裙子吗？好的，我想你就会同意的，谢谢。我会选择这两条中的一条。我可以借用这个吗？谢谢。好的，所以我会选择这里面的一件。好的，那我现在穿什么呢？我可以借你的运动衫吗？你不能说不。戒指，口气，魅力，我准备好了。凯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，好的。他会嫁给你的，他说好的。我好高兴，我也为你们感到高兴，我拯救了你们的恋情。网上约会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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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好的，行行行。莱斯利，你好酷。嘿，我先来的，闪开，帮帮我，我们排队。把包给我。啊，停，小偷，我会记住你的。我打电话给警察，我刚被抢劫了。小姐，请识别你的抢劫犯，是这个吗？不是的，下一个。不是的。好的，是这个吗？我希望他喜欢我。不是的，还是不是的吗？他不喜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下一个。哦，什么？这个吗？不，不，不，不。好了，今天没有其余的小偷了，明天再来。嗨，凯莉。嗨。哦，我有另一个主意。要吃糖果吗？好的，再吃一个。好的，更多。好的，再吃一个。另一个，另一个，你把他们都吃掉了。天哪，史莱克，莱斯利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好，你喜欢什么？我想要长指甲。这些足够好吗？还是你想要更长的？是的。好的。更长？是的。真的吗？好的。你的妆完成了，足够明亮吗？不。不。好的，我会加上更多。好了，这样好吗？不。
好的，我会涂得更亮。完成，这样好了吗？不。好的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嗨，小丑，很高兴见到你。爱德华指甲手，非常有趣。哇哦，太晚了，该睡了。凯莉，你睡着了吗？不，太好了，我们做健美操吧。打开音乐。更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不，这什么时候结束？哇哦，好多盘子，我不想洗，所以我不会洗。莱斯利，要洗碗吗？是的，我希望你能这么说。我喝你的茶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终于把碗洗干净了，可以洗我的杯子吗？是，你是最棒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他是防弹少年团的一员。嘿，美女，捏我，我在做梦。哦，我一直期待这个。哇哦，我不想看那个，看，我是你最忠实的粉丝。那么，给你。想参加我们的节目吗？不，不，我要把我的爱拿回去。你还说你是我们的粉丝？哦，不，哦，我还是得到票了。看看这个美味的蛋糕，要一块吗？不，你自己决定。你不想尝尝吗？不，谢谢。好的。嗯，你会后悔说不的。嘿，你不想在蛋糕上留下你的脸吗？是的。你真是 baby。凯莉，凯莉，我们和好吧。对不起，我对你这么刻薄，我也为一切感到抱歉。什么？好了，挑战结束了。哦耶，我们应该传递下去。欢迎参加是和否的挑战。这是什么？你喜欢我们的挑战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说是更多还是不更多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乌虎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